未经生我随时我，生我之时我是谁？来时欢喜去时悲，合眼朦胧又是谁？佛教经典故事，千金小姐万金回想，在世情缘。秋冬是自然的变化，人的运命甘是出世就来注定。花开花的声流转在一条线，世情冷暖尽在人的心肝，一切又在你来看。故事来讲到着大清顺治皇帝在宫中被玉林师傅来解救，那回家了后，顺治皇帝当然君无戏言，伊要将着伊一半的江山要来赏赐和玉林师傅。所以这一天，顺治皇帝伊就昭告天下，先将着这个玉林师傅来介绍，和全国一家百姓平民，会当来了解这位国师是如何而来。当然，王相府、王宰相，伊嘛知道这件代志，心肝内这一个疑问。顺治皇帝即届暗查民情，倒转来了后，带了了一名的这个年轻的和尚，然后要拜伊为国师。心肝内在咧想，这个少年的和尚会当和皇上要聘请为国师，一定是非同小可。所以王宰相心肝内在咧想，那这个少年的和尚，甘咪就是伊迄个无缘的囝婿。所以这一天，王相爷那专工进京，要来看这个未来的一代国师到底是何人。王宰相。来，你来了真好。来，丁给你介绍，这个就是这届呢，在宫中救了丁的性命，而这个少年的玉林师傅。啊，玉林，真是实力。啊，禁不住，应该称为玉林师傅。啊，王老爷，阿弥陀佛，免客气了。诶，王宰相，要敢讲你跟这个玉林师傅恁是故乡吗？啊，启禀皇上，当然是故乡。那讲到这个玉林师傅，伊真正是非同小可啊！啊，这是怎样说？
啊，想当初，我的女儿因为就是看上了这个玉林师傅，所以呢，甲伊结了一段无姻缘的姻缘。无姻缘的姻缘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啊，洪兄，这那讲来的话头长，总共一句。这个叫林师傅，伊是一个非常年轻有为的这个国师啊，所以你聘请为伊为咱大清帝国的这个国师，真正是非常的恰当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啊，那先证明电的眼光无唔对咯。在想，哎，你现在，所以我呢，要伫后日佛诞日，也就是农历的四月初八，我要向着咱全民所有的这个平民百姓，要来宣告，要正式聘请魏玉林师傅为咱大清第一个国师啊！嗯，这是一件真好的代志。其实玉林伊心肝内对着这个名利、荣华富贵，对着出家人来讲，基本上根本都无得着。要唔过，伊个想着讲，如果伊那是过分的提示，安尼嘛是想过头得着。出家人有一句话讲，叫做一切爱随缘。距离的四月七八还有两天的时间，这两天玉林师父住在京城的这个西湾，成为一个座上宾，里面的宾女跟着一些这个太监奴才有够多，都一个给他伺候。如是这样生，玉林的心肝内如忐忑不安，他感觉说这样生那是传出去，甘美宏感觉讲，这个出家人未免得太享受了。哎呀，到底皇上要改封为大清的这个国师，那伊是应该爱接受，还是讲有个较好的办法来个提示无？这一枚。玉林师父在西湾的这个房间里面走来走去，心情非常的不安，到底是要如何面对大清这么多四万八千多名的这些平民，还要怎样来面对的这个皇上，尤其是到底应该要接受这个皇后，或者是要来提示。有林师傅两只脚盘坐，准备想要再念经的时阵，忽然间感觉像就想着什么款的代志啊？有了，当初离开中云寺的时阵，师兄送我三个金龙，这三个金龙所用的之处，师兄感觉亲像拢有给提醒。师兄曾经给讲。第一个金龙要用的时阵，是灯杆破龙。这个敢若亲像这个暗示讲，在这个灯杆当中，一定会用到这个金龙。一第二个金龙，师兄给交代，对着无法度失去的这个福报，要安怎来面对？其实，也就是讲，如果那拄着有这种显耀的荣华，甲这种的福报，无法通个消受的时阵。自然都有这个妙计，所以这个时阵，伊终于受到师兄的这个第二个引龙。所以这个时阵，玉林就赶紧将在包袱当中，而这个第二个引龙，该拍开一个看。第二个引龙内底。像有一尊小小非常精致
的这个佛教的教主释迦牟尼佛的这个佛像啊。除了佛像以外，什么也拢总无。这个时阵的玉林，伊就敢那真像一个做迷彩共款，想过来想过去。第二个金龙，敢那一尊释迦牟尼佛的佛像，这大概是什么意思呢？后来，玉林师傅接听我的讲，这敢是师兄的改指示，在明天透早，奉上各着全国的神明会来给他礼拜，所以才将着这个释迦牟尼佛的佛像放伫家己的这个道场，然后伊家己就直接拜着这尊释迦牟尼佛。所以这个时阵，玉林心肝啊，想咧想讲，安尼我知咯。师兄的意思，敢也是咧家提醒讲，为着佛教，而这个宗旨，为着宗恩师，为着未来千千百万的这个众生，应该大家接受大清顺帝皇帝对伊的奉贺。既然那是安尼是。我的顺应这种的因缘，安尼较是呀。果然，在西湾经营中，第二天的透早，有人起来了后，就赶紧打扮一番，在朝中受到这军事每一个人来对来一个个礼拜。顺帝皇帝呢？这个时阵，那向着所有的这个文武百官，甲着这所有大清的这个百姓，一个讲：各位，我大清这主民，我是顺帝皇帝。这次我来下江南去造访民情，在江中拄着大风大浪的风险。好的家在是拄到这位非常有智慧的师父，会当逢凶化吉，化险为夷。当初丁在临急的时阵，曾经说了，如果有人会当救到丁的性命，或者是会当让规只船会当咧风平浪静、平安无事，我愿意将着我一半的江山，要来相助。好气的人，殊不知，果然受到这个玉林师傅以金龙妙计来解救着丁的性命。丁当然要将着一半的江山来相许予伊，严格出家人一拨三衣不丢名利，这点更加让丁非常的钦佩。殊不知这个师傅。这么年轻也竟然还有这么谦虚，所以丁一个想说，如果呢哪能给聘位到我们大清的这个国师，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师父，以后这个佛法不但可以行法，也让我们全民的百姓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慈悲和菩提心。所以今天我正式在这个佛诞日，也就是释迦佛祖的寿诞这一天，正式要封为玉林师父为大清的一代国师啊。顺帝皇帝一个安尼宣布了啊，哇！所有的这居民百姓、文武百官，大家都非常的好奇，也非常的期待，想要看这个顺帝皇帝所讲的这个少年和尚。有真济文武百官，甲着百姓，大家人早都拢有听过讲，这个玉林和尚，伊生做咧非常的庄严，啊，相貌不凡。所以大家也真好奇，恨不得赶紧会当看到伊。
注意，来，即马徛伫我正手边这位，就是真真正正一代国师玉林和尚。玉林其实了个真少年，经验暗七盖有。面对着这尼啊济的这个军民百姓，内心哪有一点点啊惊吓？讲话哪有小我一点啊吞吞吐吐？后来个在伊正定睛，然后起来到着这个舞台的中央，向着所有的文武百官开口讲话。注意菩萨，注意咱大清。所有的这些军民，大家阿弥陀佛。平静是中文是一名小小的和尚，我叫做玉林。这次在江中，会当来化险为夷，救到咱的顺治皇帝，并非是玉林有智慧，这是我的家乡，也就是我的师兄，伊甲我传教，所以。这点的功劳应该不是在玉林身上，应该要归功于我们中文系的主持老师父以及在我的师兄。今天有这个英雄可以成为大清帝国的国师，我非常的恐慌，恐惊的说会误了我们这所有的这个菩萨跟我们大清这些军神。以后有您老师唔捌的所在，希望大家人会当多多指教。也我唯一会当甲各位传授的，就是，予咱会当了解佛教当中内面的八正道。当然，以后若是有这个因缘，我也希望讲，我会当伫宫中，或者是讲伫各个咱家。所有百姓平民，恁的寺院当中来为恁大家讲经说法。那如果有不周之处，也唔忘大位多多包涵。阿弥陀佛。哇！全国的这个百姓，甲着遮所有的这个军事文武百官，一个看到玉林师傅伊的真面目。带着微笑的赞叹，哦，这个师傅真正实在有够缘投的啦！哦，我不怪哦，人家千金小姐哦，后来尼姑竟然来爱着伊，搁堪咪完婚拜堂呢？哎，你莫乌白讲你足搞话呢，你安尼做口业啊？当然，那么真欢喜。玉林师父会当成为大清顺治皇帝的第一个这个国师，故事愈来愈精彩。玉林师父敢真正会伫这个将来来享受的一荣华富贵，或者是讲各当开清开创个搁较好什么佛教甲佛法来传授这个佛法。精彩的故事，咱再个继续个听落去，再世经验。